这么厉害，那都好喝啊，反正你喝不出来嘛。所以他就是卖你这种人啊。所以他就赚翻了啊，反正喝不出来啊。他如果赚那种喝得出来的，他就赚不到啊。对啊。会发酵都零的顶了，顶点啊。里面去掺杂这样子卖，因为你知道会喝不出来。他就喝不出来啊。啊，就好喝就可以喝了。